吃饭啊，今天吃红烧鲫鱼啊，还有个木瓜丝，香辣木瓜丝下饭，还有一个苦瓜。辣椒不敢吃，吃鱼都不灵活了，这个嘴巴。这个盐拦着痛，涮一下口。
我今天的脸好好热，拜拜。吃饭啊，先吃一个房焖猪蹄，还有个萝卜干。等一下烧。吃饭啊，今天吃这个盐鸡腿啊，鸡腿，还有一个脆爽爽脆黄瓜皮这个下饭啊，微微辣，嘴巴吃带盐味道还是痛。盐的都痛，刚刚这个断了，
有点痛。南瓜酱。这个超市用水涮一下，妈呀，盐味它揪得痛。我这段时间都是吃稀饭，好痛，快上快了。